哦哟，看见这洞，是个刑事派出所线，超级大洞。呀，那你好的好的，妈呀，这个又怕是七八两的货哟。有水了，有水了。这山洞有点大，又不知道浮动在哪个位置。这是过往云烟。这些在哪里摸的？把它挤住了，这条货的话，就漂亮了。我看一下下面有没有浮动、分叉洞啊。能不能有没有别的插洞？谢谢警察室开锁中心。我说的插洞，插洞就来了呀。又有插洞啊？这难题就来了，一边一个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看一下这边，摸一下这边是不是还有感觉有点？把两个洞先分出来啊。我都还没摸到它。还有这边还有插洞。摸了一下就好了，就真知道在哪个洞了。这两个洞是同时往这一个方向来的。没有，那是一坨泥巴啊、哦，那是一坨泥巴，这卖料。我去，我不行，我磕不到。这个插洞是吧？大货来了！没有，那是泥巴，我也看到了，这曼妙，我也看到了。谢谢三姐加入粉丝团。没事，这容易停下，没关系啊。感谢你们的关注，这是新农职业。哎呀，林里面有那个河蚌，你看那白的，就是那河蚌，就是那个贝壳。哦，谢谢大富泉。没事，老兄，这没这个塘里面那个活蚌这些还真少。稍微起手还是有一点分寸的，你看到我扣很快，其实我下手的时候也是有分寸的。这手就跟铁打的一样哦，是不是比较厉害？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。这个工程量比较大，这个摸到了，摸到了吗？摸到了。哎，这还不好骗呢。摸到了啊，摸到了。谢谢大富泉。不要慌，骗不出来的，掐住一点头看能不能拉出来。来一上货。上。来上货。不是很大，但是还蛮黄。来，喜欢的啊，给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支持一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